这里我们画一个形象，好不好？涂上颜色，都给它涂满了啊！这个，啊，还有这个，在画什么？哎，你回来了。作品，你看，你这后面，这全都是我们今天完成的作品，还有这个，你看看像什么？七彩火腿。你才火腿呢，这是太空世界，这些五颜六色的都是大小行星。小宝说要带我去太阳系旅游，还要去火星看看呢，看看火星人是不是跟我们长得一模一样。火星是不错。不过你们知道，以现有的技术来讲，打造一台火星飞行器需要100亿美元吗？如果火星太贵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去月球看看呢，看看吴刚和嫦娥的家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嗯，月球旅行也不错。不过，你知道一个宇宙飞船的门票需要7500万，还是美金吗？另外，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太阳是黄色，但其实应该是白色。我们看到的那些颜色，只不过是因为阳光穿过了大气层滤过之后的色彩。小宝，我们不用听你爸爸的，他真某些人啊，只会嘴上说说而已。要是让他自己做的话，他什么都不会。这家里应该没有别人，某些人肯定说的不是我。何总，你知不知道有一句话叫做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啊。喂，小宝。妈咪。哎，妈咪要先去山庄，咱们待会儿见好不好？小宝真乖，来亲一个。好好，再见。走吧。小宝，怎么了？妈妈在山庄。等我。小宝，小宝，收拾一下行李，准备出发了。高手，收拾的还挺全。我不是只有小宝可以陪着你敷面膜，还有我。知道什么意思了吗？现在知道了。小宝睡着了，那我回去了。妈妈，别走。妈咪，别走。小宝，妈妈不走，妈妈陪你在这儿睡觉觉。我把他哄睡着之后，我就回自己房间。那可不行，你一走，小宝就会醒的。可是只有一张床，那不是正好吗？
小宝睡中间，你睡那边，我睡这边。不可能，我还是回自己房间。妈妈唱歌。妈咪唱歌。小宝，那妈妈就唱歌给你听啊。